南瓜皮一起。放到盘子里。老于，哦，你穿啥裤？不是，你把我裤子垫了。啊，哎，挤挤挤，嘿，那把这短衬去。菠菜不烫手的情况下，给里面放一些发酵水。给菠菜里面倒上一碗面粉，菠菜里面要分次加入面粉，变成絮状后揉成面团。用保鲜膜盖上。南瓜也熟了，嗯，熟了。再和一点南瓜面，方法是一样，就把南瓜稍微晾一下。这三个面都拆好的，黄鸡、六鸡、白鸡，面发量忒大。别做啥了，下雨的，还是各种乱和成发面。雨下也大，对，还是放到笼子跟前积的快。看我这下的。好了，我这面子好了。啊。你这四个，这一个，这六个。啊，我得量了，这也得量，我以为得行。变好之后，直接打到浆糊上。给上面刷些油，不用刷的太多，刷均匀就行了。现在给一片油面，给上面再刷些油，黄金也落到上面。一次擂腿，给上面再撒些油，一次是白鸡，一次是溜鸡，一次是黄鸡。上面这个最大的，看，这往下一窝，这是好的。给上面再捅几个捏儿。做好以后再醒个十来分钟。老于，我去压上40分钟，坐这子当洗锅。我把这个我呛打40分钟。肥大肥大的黄大，妈，现在大干活没卖，卖，厚的很，虚的很，黏的很，弹的，又弹，弹起来。
这是就是这样式的，对，黄金，对你黄金的都有去啊。妈，你说为啥这正月二十一定要吃饺子？不急不急，那啥一吃的是把啥都吐了，不急不急啊。没去没没去，或者夹夹夹夹，或者整份儿耗子香的啊，我说你们炒的什么可以啊、嗯？宝宝，这两天干啊去了？在家过的呀。啊，上学去，来过来给妈妈说，给妈妈说今天吃的早饭。啊，蹦蹦跳跳真可爱，来。蹦跳跳真可爱。然后呢？还有啥？爱吃。爱吃这个，爱吃萝卜和青菜。你告诉妈妈今天在学校里吃的饭。凉皮儿。啥？凉皮儿？啊。是不是凉皮儿？